我变！咦，怎么没有变啊？哎呦，是要在游戏中变啦。今天要介绍的这款刀锋无双可不是单纯的无双那么简单哦。听说玩家只要水指一按，就能够轻松变男、变女、变壮、变娘哦。哎呦，这样其他职业要怎么混下去啊？我们赶快来一起体验看看吧。由1767 Game 所带来的热血狂战动作手机游戏《刀锋无双》是款以三国背景为题材的 3D 动作类手游，使用最先进的 Unity 3D 引擎打造游戏世界。玩家不论是闪避、攻击、跳跃等动作，都可以透过手机来呈现出最丰富与华丽的震撼效果。除此之外，《刀锋无双》首创无职业即时切换。玩家可以随心所欲的变换武器转职，像是气贯八方的大刀、摇曳风云的羽扇、穿金断玉的弓箭、急速绝杀的双刃及震撼四海的拳套，五大武器一秒任你玩转。透过这样的转换武器，玩家可以变换出招与防御，甚至是施法及物理攻击切换，轻轻动动指尖就能够享受气势磅礴的爽快无双战斗哦。刀锋无双现在已经在11月11日起热血公测，玩家们不妨上官网了解更多情报，或持续关注电玩宅速配的深入报道喽。